我叫18号，是一个电脑人，繁忙的工作终于结束了，今天得好好休息一下了。不行，电脑人，你都还没带我玩驾驶爆炸后的飞机呢。王老师，你找其他人陪你吧，今天我难得休息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豆豆、杰瑞他们都不在，现在除了你没有人陪我了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那记得要请我吃雪糕哦。首先我们要找一个载具维修包和一架武装载具，然后我们把飞机的耐久值打到剩一点点，再让王老师在飞机上使用载具维修包，在维修包倒计时还剩0.1秒时，我们打爆飞机，就有概率触发爆炸后还能乘坐飞机。哎呀，电脑人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都倒了好几次了。嘻嘻，王老师，我都说有概率成功，也没说一定能呀。所以我们还是得多试试。让你不让我休息，不得多炸你几次？好吧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吧。这次也要成功啊！我不想再倒了。行，王老师，这次成功了。虽然这个飞机看起来已经爆炸过了，不过刚刚使用的维修包让它的耐久值恢复了，所以敌人还是可以把它再次打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驾驶爆炸后的飞机教学就到这里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到游戏里试一试。我是18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